点解咧？selfie 先 ，selfie 先，一定要一定要。哦，犀利啊！点解你会赢啊？今日因为你张机票啊，嗰阵时咪讲咗，琴日都讲咗话佢张机票啊，跟住今次。你張機票打到最後，我本身已經好攰，我想抽筋嘅，本身已經打到，跟住我講話頂住頂住頂住，我冇理由唔得嘅，我話，我點都頂住冇理由，家樂喺度留低自己一個啊嘛，佢仲話要我帶佢去明洞添，係咪先？系啊，佢死啦！而家咪买响唔到明洞啦，等我赢，等我继续赢落去，咁咪带你去明洞。大佬，星期日一点四点钟飞机啊嘛，凌晨。OK 啊 ，OK， 星期日应该打晏昼打完佢就去，系咪啊？好，系咪啊？一定，真定假噶？你会赢啊嘛？一定赢，赢啊嘛！哎哟，犀利啊！今日你打得真系点啊？你攰唔攰先？你话俾我知啊。其实同台湾嗰次同佢打。有啲似，不過台灣嗰次佢冇頂得咁犀利。但係今次因為可能係超級賽啦，佢仲準備咗，咁咪鬥得其實更加激烈啲咯，一路都多板，睇下咁喺堅持上面我覺得做得比上次更加充分啦。即係我知道會好難打，咁就每一個波喺度頂，一路即係堅持落去，咁樣一路即係唔好俾自己走神咯，唔好有一刻話哎呀我輸俾佢啦，即係嗰一下。因为我知道仲有机会噶嘛，一路同佢打，因为只要打啱个方法，其实就睇边个有耐性啲，咁结果最后我系有耐性啲咯，正常咗，咁就我更加大嘅推动力。咁你系咪第一次咩 Super Series 嘅 Semi Final 啊？第二次 Semi Final。我第一次 Super Series Semi Final 都系喺韩国。啊。咁今次。几多年前啊？三年前。三年前。咁阔别输俾边个？输俾李宗伟嗰次。四强输俾李宗伟。咁聽日打邊個？打可能打喬賓或者韓國仔。韓國仔。或者喬賓。邊個韓國仔 ？HEO 贏咗 Mark Sibler 嗰個。哦，嗰個啊，哦嗰個係三年前嘅世青冠軍。係啊係啊。舊年佢爆冷第一個 round。我同佢打過。掃低啊李莊偉啊！你知唔知舊年喺依度第一個 round？ 哦，我知啊。李莊偉一復出咗咧，復出咗第一個 round 佢掃低咗李莊偉。所以聽日希望可以同佢打啦。嚇！因為我打喬賓未贏過。你昨天有沒有看他打 Mark Sibler？ 沒有、啊。昨天 Mark Sibler 本身是 mentally 和 physically 都累了、根本去到最後可能他打到他累了日本 Open 又打到四強、他 mentally 和 physically 他都不想搏、所以但是那個韓國仔很有耐性跟他打昨天所以他意志力他昨天第一局他贏了第二第三局後來都輸回希望就這樣好加油是不是啊不要辜负你这张卡。怎样搞啊不要辜负你。是不是啊拜拜。拜拜。